今天教大家裤子上拉链做法。首先这个单排与裤子左片缝合，我们车一个压着这么宽的线，我们车上来，我们再把这个单排这样折叠过来，我们从这边压上一个人的一的线，直接这样车上来，我们再把拉链安装上去，我们拉链手的正面朝下，反面朝上，我们直接走一个两分线，这样走上来，然后再把这个拉链折叠在里面去，我们再转过来，我们用这个纸皮车这个扭排车的时候，真跟这个纸皮的边走。如果您是服装新手，可以看一下这个方法。到这个位置，我们直接把这个拉链这个底部这个边，我们把它折起来，我们再这样车过来，打个回针。车好之后，我们再把里襟放上去，那拉链直接贴上去。我们从这边开始起步，我们直接这样走一个两分线走上来。裤子左片车好之后，把这片折叠起来，我们再把裤子右片安装上去，我们直接把这个锁边线折叠在里面，然后我们从上面走一个人的一的线，直接这样车上来。这边车好之后，我们再转到下面来，我们再车底浪，这个锁边线折叠在里面，我们从下面往上车，我们直接车一个人的一的线，这样车上来，到这个地方打个回针。好了，这样就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